我们这个是冷冻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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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钓虾子，伊讲爱背一波，知道干嘛？没有没有，我叫妹妹帮你拿。我想我给你背的。我是讲妹妹，妹妹给你背。那个要煮什么？要煮什么？四个人呢？好，那你想吃什么？这个，这肉好 ，OK， 我帮你蒸好了。大小的话称好报价是这样，那个超过预算放掉，不用勉强。好好好，这样子。然后现在我会招待。好，那个是你那个哪一只比较小的？对，那个是蒜头辣椒用烤的，用烤。我也很近的。很近的。你看你两只吧，你看。我要干杯。好啊，好啊。我要准备煮饺子。我要放麦仔，用那个。我要是怎么料理？那个是两个就好了嘛，还有三个。这个会少一点点，它会缩烫起来的。我要用烫的，好，不要用缩的啦。不然就烫过来，你们这里那个蒜泥。啊，可以，对，这样最好了。蒜泥的。它会收咸啦，嘿。不一样，这个是脆脆，这个是比较嫩，跟它豆腐的。哦，对，那叫脆脆。那这个是汤饺。看你们。好呀。啊，叫两行嘛。你跟你讲，你炒这个就跟这个一样，不一样的味道，不一样。哎，宝贝，刚刚黑沙细椒。好。你们。你不会背黑啊？不会。我背黑。嘿啦，煮些汤啦，煮些汤啦。你鱼啊汤，头蟹鱼汤啦，阿妈汤，阿妈汤都好喝。好。阿康，哎，阿红嘞，红嘞，阿红嘞，面啊，你啊面啊呐。有什么菜？青菜我会招待给你。好。好。阿大哥，你吃啥米？阮，你要食面啊？食，阮食饭啦。啊，你要？我食饭，拢食饭好啦，拢食饭啦，啊，拢食饭很少，食白饭。好，你要吃白饭。好。看着清蒸阿鱼，他不见了。他是要吃那个川烫工，要吃炸。那么大家煮几盖？那么大家煮几盖哈？那么大家煮几盖了哈？哎，讲无爱讲食了嘛，爱讲坑钱啊，无可能。哦，嗯，包只包好啦吼，无烹调。一烹调就好啦，烹调好伊，烹调伊嘛只嘛只嘛只只有人啊，你无同。为人，是啊，伊嘛无想着，伊有那一个叫。比如讲，两个来叫啊，边个人拢无来，伊个真是叫啥，啊来就甲过去啊，对啦，啊无要想。爱个注意看啦吼，卖个食啦，嘿啦，啊糖糖也得共食，糖也得加食嘿。好，好，他卖哦。还过去了，我们未去啊，我们未完了。这些料理方式不一样，这个先先买过来，再先点沙。啊，我来，没关系。然后来，蛤蟆是这个蛤蟆，蛤蟆，二三五，
啊，你是要怎麼煮？炒還是要煮湯？煮湯，要煮湯。煮湯是150嘛？235。欸，235。啊，加150喔？是，三十幾。三十幾。料下。啊，就是要給你算，所以給你說。啊，果子齁？欸。果子374，啊，炒一百。炒一百。嘿，是。炒到燒對。三的啦，炒的啦，三鮮米那個。啊，這齁，魚翅頭。魚翅頭。四一一，啊，红烧150块吼，红烧哈。来，啊，你这边要怎吃？这边要怎吃？要红糖的，安尼，安尼鹅，还是要种？诶，蒜泥鹅。那一群是干不完。蒜泥鹅，啊，蒜泥鹅，蒜泥鹅，蒜泥鹅，这样是250哈，250加哈。啊，这个水晶鱼哈。这边用。这边用这个结讲完账，他没有。一种两条，一种两条。136，啊，150哈，啊，炒面嘞。我要吃白饭，吃白饭。啊，你外公白饭，恁几个人？四个。四个人哦。嗯。我紧，诶，我外公，你加我迄款白饭加落去四人，啊，我这吼，你加加迄款多2000啦。我这店面赚一点仔尔。会不会差几台呢？一公司赚要上啦，一公司赚要上一半啦。多2000啦，哈，来。好，谢谢。五样和青菜六样哈，来，谢谢。啊，白饭陌生的对了。六样哟，白饭六样哟。我知了，我从白饭几样。